油茶面，我就买来一斤茶呢。来一斤。嗯。来一斤都不是十块钱吗？没事没事。果仁油茶面。来条鲅鱼，晚上我包点鲅鱼馅水饺。这鲅鱼怎么样？15.8一斤。买了一条鲅鱼，包点小饺子。单单吃韭菜鸡蛋的。干啥？你要干啥？要玩话题。2:8，3:7都行啊，肥肉和鱼肉。剁成泥，边剁边往里头撒点这筋，来点这个葱姜花椒水吧，这玩意打那个馅里，咱一会儿就不用加水了。少量分多次打入，我现在已经快没了，这个这是第四遍是第五遍忘了，把那个全打了就对了，越打越黏糊。摘韭菜，炒鸡蛋，炸点黄花鱼，我用葱姜盐给腌上了，一会儿咱们用小酥油碎炸粉炸。这是炸小猪，专门炸小猪肉的啊，撒点鸡翅和这个鱼啊都行啊，9.9四袋。这个鱼大啊，咱得小点火，哥们们，大火，嘎，外面糊了，里面没熟。哎呀，稀疏稀疏啊！我姑娘饿了，可能。爸给你包饺啊！爸给你包饺，等着。来点胡椒粉，花椒面，再来点这个花椒油，来点盐。我看有的放酱油啊，我不放酱油，我不乐吃那种。韭菜馅儿就得是，白刷刷刷的，味素。妈，搅成劲儿了啊！一劲儿搅。咋样？咋样？挺好。挺好。哎，挨完打可不挺好？咋挨完打得劲儿了是不？有点大呀。行，
皮儿薄。姑娘啊，这样才行是吧？来一个霸一下的，好汁儿吗？哇塞，好吃啊！没吃呢。哎呀，看这个大药丸，哥们们，票丸。嗯，哎，真鲜灵啊，嘎嘎鲜灵。好吃啊。嗯。我小时候，我爸用那个大白汉包饺子，那家也鲜了。我这个粉真好，你不管怎么低温或者怎么高温都没事。还嫩，嫩娃鲜新香。你学爸说话呢？你咋那么坏呢？好吃吧？那把鱼饺子分开了啊！鱼和饺子分开了，那个真想桌上去了。啊，吃鲅鱼饺啊！来一个九十九蛋的，没味儿啊，没味儿。谁呀？你的。哎呦我的天儿，你咋这么着啊？还要还要啊，半截来鲅鱼的行吗？嗯，爸再给来这个的。嗯，两个，我姑娘俩饺子造进去了。我俩包饺子之前给他吃老多东西了，他正经的饭，这是跟我俩吃就是说的，闲没劲吃，吃也行，不吃也行。他是正餐，我俩都喂完了。嗯嗯，这碗视频咱就分享到这儿了，非常好吃的一个鲅鱼馅饺子。